已经广大网友要求已经联系现场，先看东北哥。哎哎呦，呦，你看30岁的人啊，我。看一下啊，再来，抛板就哇这么，哎，他是在罚球线往前就是助跑，根本都不助跑，是希望东北哥再参加别的站来冠军赛。我们这是怎么个玩法？哇哟，这个这什么玩法？